今也，过为现在，但由愿者无业不生，方知愿力如是广大，言可不信，言可不愿，故云四劝，故云总结。啊，到这个地方来，把法愿的功德利益都说清楚。过去发愿的，过去就往生了；现前发愿的，现前往生了；当来发愿的，当来也必定往生。这利益说出来了。所以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就是根据这个经文说的，能不能往生净土，全在信愿之有无，就是这四重啊劝的这个经文，根据这个说的。而品位高下呢，那就是在持名功夫的深浅了。往生只要具足信愿啊，临终啊，一生十声佛号都往生啊！啊，所以这信愿行三资粮，临终一念生念，它也是行呢、啊。啊，所以往生啊，关键在信愿啊，持名功夫啊，在。生到西方世界品位的高下啊，因此我们要发愿往生，要一心持名。为什么呢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是真的，是我们可以得到的。这个世间名闻利养，一切的一切是假的，一样都带不走啊！这个带不走的，在那上面浪费了很多精力时间，那叫愚痴啊！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对于这个世间一切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通通都欢喜，一切都随缘，都。很好很好，都没事啊。真正要紧的抓住的就是这一句话，这个要紧的，这是我们带得去的啊，这是我们知道真实功德利益啊。眼可不信，怎么能不信？怎能不发愿呢？